邓紫棋从小就有着很高的唱歌天赋，在她14岁时就被经纪公司看中并签约。不过为了完成学业，她在16岁时才作为歌手出道。邓紫棋之后凭借在《我是歌手》这个节目中的惊艳表现一炮而红。邓紫棋亮相在演唱会，这一身造型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邓紫棋因为爱穿皮裤，曾被称为皮裤女王。不过不穿皮裤的她真是很让人惊艳。邓紫棋这次穿上了丝袜，真是十分性感了。网友直呼要是终于找对了她的造型了。邓紫棋不穿皮裤改穿丝袜，网友美爆了，早该这样穿了。邓紫棋身穿一款蓝色的连衣裙，搭配一款黑色丝袜，看起来清新又性感。深 V 领的设计又多了几分小性感，一款披肩长发也是美美的。邓紫棋的其他造型也是美美的，穿对衣服真是美得不像话。邓紫棋身穿一款红色长裙，看起来优雅又知性，腰间用黑色的皮带装饰多添几分个性。邓紫棋身穿一款白色上衣，搭配一款银色长裙，看起来清新又气质，而且还很能修饰出她的腿型。一款披肩长发也是美美的，邓紫棋早该这样穿了。邓紫棋，英语 Gloria Tanks K， 1991年8月16日，又名 GEM Get Everybody Moving， 一集让每个人动起来。本名邓诗颖，英语 Gloria Tanks A Wing， 出生于上海，4岁移民去香港，是一名香港创作歌手。2008年7月以16岁之龄出道，取得香港各大乐坛颁奖礼新人金奖。2012年发行专辑 Sposed， 并夺得香港 IFPI 全年最高销量香港女歌手。2013年凭借 Sposed 入围第2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，成为入围金曲歌后最年轻的女歌手。2014年因参与中国湖南卫视歌唱竞赛节目《我是歌手》时的亮眼表现，在大中华地区迅速走红。同年3月获第27届 KCA 美国儿童选择奖最受欢迎亚洲艺人。同年5月登上福布斯中国百大名人全，力榜第91位，2015年更攀升至第11位。2015年初，邓紫棋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自弹自唱其自创的歌曲《多远都要在一起》。2015年7月，未满24岁便完成80场个人演唱会。8月1日北京工人体育场演唱会吸引近4万人观看。8同年11月在英国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完成第73场，也是最后一场 XXX.Live 世界巡演。2016年初，福布斯公布2016年全球30岁以下最具潜质音乐人名单 30 Under 30， 邓紫棋为唯一在榜亚洲音乐人。2016年11月6日，邓紫棋夺得第26届 MTV 欧洲音乐大奖 EMMA 最佳大陆地区及港台地区艺人。2017年初，邓紫棋二度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唱山歌《歌从漓江来》。2017年5月28日，25岁的邓紫棋在 Queen of Hearts 世界巡回演唱会底线武汉站完成了人生第100场个人演唱会。在2018年1月时，其歌曲《光年之外》MV 在 YouTube 网站达到1亿次观看次数。出道至今之唱片